蓝方选手，来自内蒙古的宝音娜，有请。包音娜来自内蒙古，训练地北京，身高175公分，体重61公斤 ，real 战绩0胜1负。我跟他关系非常好，因为这场比赛。这场比赛是我的首战嘛，在场上不可能会手软的。称完体重买一些水呀、吃的给你递过去，买一些拿去。称完体重就开始。记录生活，见证时代。欢迎收看纪录片编辑室。2013年8月，瑞武终极格斗赛在上海鸣锣开战。这是一项综合搏击运动比赛，最早呢是由美国传入中国的。按照赛事规则，格斗双方呢会被关在一个八角笼子里，不带任何护具。拳手们运用自己最为擅长的任何武术招式来进行对决，以击倒对手为胜。这项运动看似野蛮，但实际上啊，它的技术含量很高。近年来，随着搏击运动渐渐的为人们所接受，投入训练的拳手也越来越多了。年仅19岁的内蒙少年包音娜就是其中之一。今天你还得帮我扎一下。今天上午是多亏人少。对啊，每天这时候的屋子还好多人呢。是啊，我刚过来。搏击运动员包音娜在备战上海瑞武赛事的一次训练中，不慎造成了腿部的肌肉拉伤。她想通过针灸和理疗让腿伤尽快好起来，因为距离比赛只有1周的时间了。啊，这个弄现在是什么感觉？这好像有点胀。对，他一直在训练了。对，这几天训练，我训练的时候有点影响，跑步的时候现在还疼。跑步的时候他应该是还是不敢。对对对，现在就是这条腿还是吃不着劲儿。2年前，初中毕业的包音娜放弃了继续读书的念头，出于对搏击技术的向往，独自来到北京闯荡。就上初二那年就住校了嘛，住里边也没人管，天天一到星期天打架，然后上街溜达，反正不学好就这样。喜欢打架的包音娜来到这里之后，看到别人站在擂台上，也想要那种感觉。她希望成为擂台上的英雄，哪怕只有几分钟。对对对，好，出来了。哎哎，上来了，那个手去扛那个脚。腿起来，膝盖起来，对，这样的话给自己有点用。起初，包音娜只是擅长散打，来到北京很快就拿到了北京市散打比赛的第2名。后经朋友介绍，包音娜接触到了综合搏击。对，断头，完了背上的上后背，上后背的。综合搏击是一项规则极为开放的竞技格斗运动，比赛允许选手使用拳击、柔术、泰拳、散打等多种技术，既能站立打击，也可以进行地面缠斗。包音娜对这项运动更为着迷，在这个舞台上，她几乎可以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，甚至有可能得到她想得到的一切。于是，成为一名优秀的综合搏击运动员，变成了包音娜理所当然的梦想。训练其实这个过程挺享受的，虽然说比较枯燥乏味吧，但是回想起来确实也挺有意思的，有哭有笑，流血流汗的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包音娜通过电视看到搏击名将敖海林在英雄榜上不败的战绩，于是多方打听，投奔到了敖海林的门下。
几种方法打不着的方法。第一，哎，对，顶住，他打不着你，看打不着你的头，可以把它踹开。第二，抱的时候不要这样抱，这样抱是没有用的，一会儿就跑了。所以抱的时候往往都是看，一个手在下边，一个手在上面，这样抱起来，两个腿也卡住，哎，这就好了。搏击项目引入中国后，郝海林是第一批训练并参加比赛的专业运动员。进入综合搏击领域后，技术全面的郝海林如虎添翼，所向披靡，陆续击败了多个国家的金腰带得主，被媒体称为中国的综合搏击第一人。速度打出来，你把速度打出来了，你的拳的那个力量就够了。没事了，自己多加，是吧？别人训练的时候你也得训练啊，看人家训练他在提高，别搁那你歇着，人家训练那时候是别人在提高，慢慢会撵上你。功夫是什么？时间就等于是功夫，训练的时候都加把劲儿。完了，那个谁，关于他的比赛也快了，过两天还有北京市比赛。2009年，郝海林暂别赛场，开设了自己的搏击俱乐部，目的在于培养更多的搏击人才和推广综合搏击这项运动。因为在中国，知道和了解这项运动的人太少了。现在开始，给自己定个目标，比如你今年是吧，争取能打几场比赛。但是你打比赛不是我说了算，我是让你打就打，自己也不是说想打就打。比赛方式有考核的，看你的水平，看你的实力，实力够了没问题。所以把自己的实力储备起来，平时训练当中把自己的实力储备起来，完了打比赛才有赢的把握，是吧？好，今天那个下午的课就到这儿。好，走，加油啊，大家，加油！老师再见。没有成熟而稳定的市场，并不享受国家待遇的搏击运动员们，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比赛，以拿出场费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。鲍伊娜现在的生活很简单，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到外面消遣，每天除了训练，就是回到住的地方休息。哎呀，锻炼自己，包为祖国。这口号得加上。治疗腿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因为训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康复，而比赛时间正在一天一天的逼近。瑞武赛事创始于2011年，每年举办一届，每届有5到6场的比赛。总冠军除了金腰带，还将获得100万的奖金。这对于国家体制外的搏击运动员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诱惑。年仅18岁的宋亚东仅出战瑞武擂台一次，却以比赛无结果而草草收场。因此，他一直期待重返八角笼，证明自己是 MMA 界的下一个大人物。宋亚东。鲍伊娜由郝海林推荐获得了瑞武比赛的参赛资格，但在上一场赛事中鲍伊娜输掉了比赛，如果再输掉一场，她将遭到瑞武赛事的淘汰，而无缘总冠军的争夺。以散打见长的鲍伊娜正在练习和研究地面降服技术，因为她这一次要面对的是比较擅长巴西柔术的杨建兵。杨建兵目前在北京一家柔术馆学习巴西柔术，他也曾跟随郝海林学习搏击，和鲍伊娜是很友好的朋友，而这一次两个人却是要擂台上相见了。鲍伊娜呢，因为我感觉我跟她关系非常好，因为这场比赛，是我的首战嘛，我也想打好，但是因为在场上不可能会手软的，因为你手软就别人会把你一拳打倒，在场上就是一个战场，在擂台底下我们就是兄弟嘛。
距离比赛还有四天时间，体重尚未降到参赛标准，鲍伊娜的腿伤再次发作了。是啊，不能打我就不打。像鲍伊娜和杨建兵这样的搏击运动员，起初学习搏击都要向俱乐部交付一定的学费，在他们能够参加一些比赛之后，学费便获得减免。俱乐部也是希望通过他们打比赛来提升在业界的知名度，从而吸收更多优秀的搏击人才。Hello 啊，黄总，我这刚回宿舍，刚晚上练完回来了，刚回来没多久，必须好好得很。北京又去浙江了，又拍啥戏呢？哎呀，你这拍完一个接着一个，忙得很啊，大忙人。那你这部戏啥时候玩啊？一两个月，哎呀，我还说你这回来，咱找高贺他们一起聚聚呢，在我旁边呢，美容呢，不是面膜，自己糊的乱七八糟的，粘的那个玩意儿。妈，家里人24号貌似又要过来了。你说你不够诚意，这打个电话还不给我打，啊、让我接、哎。我又能玩几天了，我。最近都给哪个明星当替身了？给哪个明星当替身了？当什么替身啊？这乱七八糟的，我也不认识。哦，不认识啊？有的是二线的，真的是大腕的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最近他妈的悄悄的，我操，没信儿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操，没比赛。哎，没动静了最近。作为搏击运动员，职业生涯都比较短暂，普遍收入不高。退役之后做教练，为动作演员当替身，给企业老总做保镖，这些算是比较好的出路了。实在找不到工作，给企业当保安的也不在少数。因为没有国家后勤保障，一切都要靠自己。热啊！鲍伊娜即将参加的比赛属于61公斤级的对决，赛方对于选手的体重级别要求是上下不超过0.5公斤。眼下她的体重是严重超标的。刚刚练完66.5，现在喝了点水，喝了包牛奶，67.5，长1公斤。今天看到65.5。哎呀，那受不了！这个蹬完，然后缓一缓，里边一直在出汗，昨天缓了半个小时吧。如果不能在赛前将体重降到规定的范围，就将无缘比赛。快速的解决办法是节食和大量的排汗。明天又不吃东西，就喝水。到晚上要降到64.5，然后剩下的去上海站。怎么样？你这皮脂啊，还能下一哪儿？还能下1公斤？1公斤是吧？多少了？65.5。这皮脂还能下1公斤？现在算到还有4公斤。没什么大问题。你皮脂下的太大，会影响你的整个身体的爆发性。是吧？啊、那我现在咋样？身体现在还能下点儿？现在还可以。是啊。是吧？快3分钟啊！打起来了就动脑子是吧？脑子在想。
为了降体重，包依娜今天开始进食，但训练量却不能减少。